我们看一下刚刚讲的这个 normal probability plot 呢，这边呢，这十个点啊，怎么会环绕在45度角这边呢？standardized residual 的值啊，如果出现在这边的话，它应该有一个相对应的 z 值会出现在这边。啊，你如果有一个值在这边的话，你就应该跟它一样大小的 z 值出现在这边。你这边有十个点。他就帮你找十个 z 值，让你有机会可以跟它产生一一相呼应、一一相对应的这样的十个状况出来。这十个状况每一个状况事实上都是什么？z 坐标、一坐标、水平坐标、垂直坐标组合成一个点。假设一个点坐在这个地方，代表什么？代表它落在45度角右手边。代表这个点，假设这个点是第十个点的话，这个点的 z 值啊是超过水平坐标，是超过你的 y 坐标的值的。在这种状况，你十个点如果正好通通在这个线上的话，代表你每一个 z 值跟每一个这个参与项的标准化以后的值都是相等的，至少产生十种对应状态。那么你看这个，在我们这个图形里头，它是这样的，它是这样的，它像这样的，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微微的一个转折哈，不是那么样的纯然的都是直线的45度角，可是这样也相当靠近了，相当接近了，啊，最小的值是多少？大家看一下。650页最底下14/10的那个图，那个表 ，normal scores 是 z 值哦，最小的是-1.55，然后第二小是-1，第三小是-0.65，第四小的是-0.37等等，一直到呢最大的是1.55。那么它之所以取十个点，是因为为了要对应你现在的 standardized residual， 你只有十个点。所以我就找十个点跟你相对应，你有多少个点，我就找同样的点数去跟你相呼应，去测验你，看看是不是跟我的 z 的分布是相对的。结果你看，它这边十个点，我就找十个点，你看看它 standardized residual 最小的点是-1.711啊，对不对？第二小是-1.079啊，那一直到呢最大的值是-1.4。既然你有十个点，我就找十个点，啊，然后这十个点呢，最小的比最小的，第一小对第一小，第二小对第二小，第三小对第三小，你懂的意思吗？啊，然后呢，就产生说十种对应的状况，每一种对应的点呢，啊，好比说第一个点的水平坐标是多少？第一个点会在这边，对不对？第一个点的水平坐标是多少？-1.55，所以-1.55，然后 y 坐标是多少？-1.714，所以第一个点是在这个地方。那当然0在哪里？整个这个题目0在这个地方，这边是0，这边是0，所以是负的，在这边。第二小对第二小就得到那第二个点，这是第三个点，第四个点，以此类推，发觉这十个点呢、啊、跟45度角的线相差不远，所以基本上都是什么呈现一对一的状态之下，因此呢我们就相当有把握什么事？把握你这个标准化以后的参与项的值基本上的分布啊，跟你的标准常态分布的值是亦步亦趋啊。
他说我前进，你这前进，我前进多少，你跟我前进多少，我后退多少，你跟我后退多少，所以代表什么？如影随形啊。既然进入到如影随形的时候，那是代表什么？你是什么形状，我就什么形状。你是常态分布，我就常态分布。你是标准常态分布，我也是标准常态分布。至少我跟你差不远，你懂的意思吗？所以 Normal Probability Plus 提供我们一个不是非常严谨的，不是百分之百正确，可是至少它提供有理论基础的一种比较方式，让你能够放心。说了，你看在形状上头来讲，他们已经如影随形了，看到没有？在形状上头来讲，在分布的形状上头来讲，他们是亦步亦趋的。谁跟谁亦步亦趋啊？残余项标准化以后的残余项跟标准常态分布的值，这两组东西亦步亦趋。所以说我们相当有把握了，什么是残余项标准化以后的残余项跟标准常态分布的分布的形状几乎是一样的。如果你的点不是这样子的，你的点如果是，假设你点是这样子，这样好吗？如果点是这个样子的话，代表什么？代表 Z 的值啊，普遍比 Y 的值还来得大。Z 的值普遍比残余项的值还在那大，所以就不好了，你就不能有那个正当性说呢，你的这个残余项的标准化以后的残余项的值啊，具备有标准常态分布的形状，这个就比较勉强，就说不太过去。所以你希望它能够沿着45度角上头去呈现出它这种对应状况，你才有把握。那刚刚同学有在问说，你这个标准常态分布的十个点是怎么取的？同学，你看一下14:9那个表啊，所谓的 order statistics， 次序统计量。次序统计量呢，就是我把一个分布，我在这个分布上头去取若干点出来，然后依序去把它排列出来。我每一次呢，都做同样的事。同学，你看我的 Z 在这个地方， Z 的期望值是0，标准差是1。我每一次从标准常态分布上头取十个点，第一次、第二次都是电脑随机取样哦，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我 replicate。这样的行为，我进行若干次，然后我统计最小的，也就是第一小的最小的那个值，有些在这边，有些在这边，有些在这边，但是我若干次以后把它平均取它的平均值，我跟你讲那个平均值是多少，-1.55。我每一次把第二小的把它找出来，所有第二小去取平均值，我跟你讲第二小的平均值是多少，-1.0。我进行若干次以后，我可以告诉你，我重复若干次以后，平均第十小，第十小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十个点当中最大的那个点，那个点是多少，平均的这样的点是多少，-1.55。它正好啊是相对应的，正负正负相对应，因为你取十个点嘛，平均来讲的话，它会形成这样对应状况。所以呢，这个是电脑上的，它回答你了哈，就是你找一个软体，或者是你写个程式，从这个软体上头，或者从这个标准常态分布里取十个点，你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出来。所以这十个点事实上就是代表啊，标准常态分布的十个点，它是代表作，十个常态分布标准常态分布的一个十个代表作。既然你是代表作，我就拿你来当做一个检验标准，来检验说我现在有一组标准化以后的残余项，它到底是不是跟你一样具备同等的标准常态分布的分布，两个去比比看，比出来一对一都是45度角，离它不远的地方，我就很有把握的形状上都亦步亦趋的，就有把握。14:9呢，这个残余项分析啊，首先呢，我们要谈另外一个概念，你会帮我找出 outlier 出来。我们有这些点，
通过这一点找一条回归固测线。现在有一个点在这边，这个点啊，在哪些东西跟大家不一样，你知道吗？大家的 X 坐标啊，大概也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所以 X 坐标上都没问题。它之所以会跟大家不一样，离大家很远，是哪一个量上面跟大家不一样？ Y 坐标明显的跟大家不一样。 Y 坐标是成果来的啦， Y 坐标是结果啊， Y 坐标是不是你想要解释的东西啊？就是你的自变数，你等号左手边就是 Y 坐标啊，不是吗？等号右手边就是 X 坐标啊，对不对？ Y 坐标是结果， Y 坐标是你想要解释的对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为什么考试考这样的分数出来呢？懂意思吗？你得到的分数是你的结果，是你的 Y， 你要去解释我为什么考这样的分数，不管你满意或不满意，是吧？所以 Y 是被解释的。好，你的 Y 为什么跟大家都不太一样啊？同样的 X， 你的 X 在这边跟大家 X 里面差多少？在同一个 range 里头，为什么你得到的结果跟大家明显的差距？所以 outlier 啊，指的都是在 Y 坐标上跟大家明显不同。 OK 啊，我再讲一次，回归里头所谓的 outlier 都是指的是 Y 坐标上头跟其他点有显著差异，不管是显著的比它小或显著比它还大。你看这个就是显著比人家还大嘛，是吧？显著比人家还小都构成了 outlier。 outlier Minitab 也可以帮你跑，帮你确认。同学你看，我们在654页这边左边14-11那个 table 里头，它给了我们几个点，1、2、3、4、5、6、7、8、9、10，10个点，它把它标出来，标成为14-7，在这个 figure 里头，在这个图里头，你看到没？这十个点呢，显然呢，排成一个负相关的一个 pattern 出来，一种形态出来，其中有一个点呢，明显的在 Y 坐标上都跟大家不一样，就是哪一个点呢？1、2、3、4，第四个点。我是怎么看第四个点？因为你看一下第四个点的 Y 坐标是明显跟大家不一样。你看那个表14-11那个表里头，每一个点是不是大概都是30-40啊，40-50了不起，对不对？有一个点特别突出，哪一个点？第几个？是不是第四个点？75，跟大家明显跟大家不一样。那你把它标出来，确实，你看它傲然独立在最上面那个地方啊。那 Minitab 呢？你把这十个点坐标告诉 Minitab 会帮你跑，就跑出的14-18的那个报表出来。这个报表啊，你看它告诉你回归固测线。斜率是负的，-7.33，你可以做 T 减定、F 减定都可以。R square 也告诉你了 ，R square 很差，只有49.7啊。那这个不管 ，ANOVA 也告诉你了，最底下有一个 unusual observation， 就是不寻常的点。不寻常的点是哪一个点呢？是第四个 observation 4，这个点的坐标是3.75，显然跟大家不一样。它的标准化以后的残余项高达 2.67， 超过2的话呢，你看我们说啊，你的常态分布，同学记得我们常态分布两倍的标准差之内应该是多少？两倍标准差，大家看看两倍标准差范围之内应该占95%多。一倍标准差是多少？一倍是68%，68%。三倍呢？三个标准差范围之内是吧？99.7%，对不对？这基本概念大家应该懂的。那你想想看，我如果在标准常态分布里头，两倍标准差就是正负二之内嘛。
三倍标准差就是正负三之间嘛。所以你看，如果你通通保证大家都在百分之大家都在正负二之内的话，意思就是说你是95%的把握，正负二之内不是95%吗？是吧？95%为标准，为信赖程度的话，点通通落在正负二之内。可是有没有可能会落在正负二以外呢？有，多大的可能性落在正负二以外？5%，0.05%的可能性。多大的可能性落在正负三以外？1%都不到，对不对？所以你的信赖程度啊，看你定。你定95%，我就看正负二；你定99%的话，我就看多少？我看正负三。啊，懂这意思吗？所以，我们既然有一个正负三或正负二的话呢，那难免呢会有一些点啊，不会落在这个正负三或正负二之内的，可能有一些点会落在这些范围以外。那这种点，当然可以把它看成为什么点 ？outlier， 就 outlier。那你想想看，显然你看以95%的信赖程度为准的话呢，你应该是正负二之内才对。结果现在有一个跑出多少出来了？第四个观察点跑出多少？2.67，是不是超过正负二了？2.67就不在那个范围之内，所以以95%信赖程度为界的话呢，2.67显然是一个 outlier， 所以他把它右手边写一个大 R， 大家看2.67写一个大 R。那当然，现在我们谈的是 MiniType， 啊 ，MiniType， 别的软体它有不同的表示方法，它有不同的标准。你知道，事实上每一个软体啊，都是它公司啊去找一群统计学家、一个电脑专家，去把它给发展出来的一套软体，它是要赚钱的。啊，那他就锁定某一些特定的顾客，就是我的顾客群是哪一些人，啊，我就发展出适合这些人使用的一些标准的这些模型。那 MiniType 这家公司，它是锁定谁啊？锁定比较初阶的学统计学的人，所发展出来一套软体，所以它就比较属于一般的，就是说你在商业界够用了，可以了，或是你刚学统计学。啊，那其实你统计学的蛮久的人，其实 MiniType 也很好用啊。就你的标准如果不是很高啊，不是那么精细，那 MiniType 够用啊。那就 MiniType 它的发展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就把它定说，我是95%以正负二为标准的话，现在2.67超过二以上的话，显然已经是 outlier。所以你看它的大 R 代表，你看最底下一行，它的 denotes an observation with a large standardized residual， 啊，它是一个代表它有一个比较大的 standardized residual 出来，所以它是被归为 outlier。那现在呢，这个题目来讲的话，第四个点之所以会形成 outlier， 事实上经过检验以后发觉呢，那75啊，纯粹是一个笔误。不应该是75，他把它写错了，登录的时候呢数据写错了，所以呢他把75这个点呢、啊、把它移掉，把它移掉以后呢重新再跑一次，就得到14:9最底下那个图那个报表，所以这个报表里头已经没有 outlier 出来了，表示你已经把 outlier 把它移掉了，看到没？那哎，同学，你不能说以后我看到任何outlier 我都把它移掉就没有 outlier 哈、啊，不能这样做。你要真的去检验说到底这个 outlier 是计算错误，是笔误登记错误，还是真的就是有这种 outlier？ 有没有一个团队里头有没有 outlier？ 有没有一个比较独立特行、特立独行的人？一定有啊！这种人跟大家不同调，跟大家不走同样的方向，啊，不跟大家做同样的事。有这样的人呢、啊，任何群体都有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叫什么 ？outlier， 对吧？你不能说每次看到 outlier 就把它拿掉啊，我就代表天下太平啊，一切平安无事，不是这样的。
统计学要讨论 outlier 是因为什么？因为它有它的独特的重要性。各位同学，你看，如果没有 outlier 的时候，我全部的红色的点在这边，我的回归线是这样的线。假设现在有一个点 outlier 出来了，请问一下，你回归线应该怎么画？多的这个点状，你回归线可能要这样。这个点啊，变成是只手可以翻天的点，他一个人就可以把你整个回归线翻转变成这个样子。如果你是用红色的这条的话呢，你看你这边有一个大一啊，这个大一太大了，没有办法使得你整个的 e square 的 sum 最小化，所以你一定要调整你的回归线，你要调整回归布设线，调整这个蓝色的话，你看它变得比较小了，可是其他这个点的为了迁就它也变得比较大了。一个点呢，它就把你整个江山把它给翻转过来，有这种点呢、篮球场上头或是在整个团队里头，有一个人出现的时候，整个团队表现很好；有一个人不在，病号请假，整个团队表现很差。有没有这种人？因为他可以让大家可以 有信心，会凝聚。那这种点呢，在的时候是一副样子，这个点不在的时候是另外一副样子。这种点是什么 ？outlier。有没有这种？有啊。所以统计学上头是有必要去侦测出哪一个点是 outlier。那这个点一查出来是 outlier 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特别加以处理啊。那跑回归当然不能特别处理了，跑回归就是一视同仁，就是要调整我们的回归布设线。做其他统计学分析的时候就要做一些调整，可是你都在决策的时候，在做政策的时候啊，比如说做策略管理的时候，做组织管理的时候，这个 outlier 就必须要把它做一个全盘的考量，看怎么样是对组织的发展或策略呢比较好，这个 outlier 的作用。那另外一种 unusual observation 呢，它的名字叫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这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呢，就像这个点，有影响力的点，现在有一个点在这边，这个点跟红色这些点显然有所不同，是在哪一个面向上，哪一个量上面跟大家明显不同？ X 坐标上倒是跟大家有所不同，它不是 Y 坐标跟大家有所不同啊。当然这个地方你看 Y 坐标它也有一个点在这边呢，跟它差不多啊，所以 Y 坐标上头倒也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最主要是什么？ X 坐标跟大家有所不同，人家的 X 坐标都在这里，就你有一个点在这边跑那么远，这种点啊叫做有影响力的点，有影响力的点啊，就是 influential observation。 那这个点会影响大家什么呢？这个点不是结果上头跟大家有所不同啊，而是他被选为观察点的时候，他就刻意被人家选为特殊的观察点。大家都是在早上9点到12点早上当中去被观察，就有一个点呢特别摆在半夜3点钟的时候来观察他，所以你看他的观察的时间点是不是明显跟大家有所不同？这凌晨3点钟，这个是人家早上9点到12点，就是他3点钟跟他不一样，是结果跟他的不一样吗？是谁让他不一样呢？抽样的人，没有错，决策者。决策者为什么那么无聊观察3点钟？你如果在养鱼啊，大部分你都是醒了白天的时候去观察鱼长得怎么样，对不对？在活动，有时候你观察一下夜间他在干什么，是不是也是一个对鱼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时间？所以我们大部分都是白天在观察，因为有偶尔晚上也观察一下看它到底怎么样，对不对？反正 X 坐标是你决定的嘛， X 坐标是我们 control 的， X 坐标不当作随机变数。上回是不是讲过，在回归里头 X 坐标不当作随机变数，因为那是你可以控制的嘛，你决定三点钟进来，就是你观察点就在三点钟，你 X 就是等于3啊，对不对？所以水平坐标上头你可以决定，你决定在何时来观察，何时进场。所以这个东西啊，虽然它是有影响力的，可是呢它这个影响力啊是你决定的。但是呢什么样的点呢叫做有影响力呢？有影响力的标准是什么呢？
统计学家制定出14/33这个式子来代表呢影响力的标准，它的英文名字叫 leverage of observation， 观察点的那个杠杆啊，观察点的那个杠杆效应。现在你找了10个点，找了7个点，1234567，找了7个点，在14/12那个表左上角657页左上角那个 observe 那个 table 里头。那么这七个点呢，每一个点都可以算出14/33的那个 HI 出来，也就是那个 leverage。leverage 是什么？你们学财务的人 leverage 叫什么？所以这个14/33啊，就是一个 leverage。leverage 就是财务杠杆的概念，财务杠杆就是跟人家借钱，你可以借到多少钱。你借的钱你总要还的，可是你借的钱呢，你可以把它当杠杆来去做使用，可以去投资，可以去买什么东西，可以去在市场上的翻云覆雨啊，让你去使用。它就是一种杠杆效应，你可以用很少的钱可以去借很多的钱，你这个杠杆就很大。当然你要有这个条件才可能有那么大的杠杆。那这个杠杆的概念呢啊，在这个地方呢做这样的界定，14/33 HI 可以算哦。像以左上角的7个点来看的话，我们可以对第七个点，同学第七个点的计算，它在这边帮你计算出来，1/7加上右手边得到0.94，看到啊。然后下一行它就做这样的说明，大家看一下下一行，它说 For the case of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对简单回归来讲而言呢， Minitab 的 identify observationMinitab 把什么点当作 high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当作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呢？他说 if 你的 leverage 是大于 n/6，或者是大于 0.99， whichever is smaller， 啊，哪一个点是比较小的，那个点算数啊。所以你如果算出来的值啊， n/6的值啊，大于 0.99， 啊。那么也有这种可能啊，就是那个 n 的值，如果就是你 hi 大于零点，大于 n/6，或者是大于0.99，看这两个值n/6或0.99哪一个比较小，我们就称那个点叫做 inferential observation。就好比说，就这个例子来讲的话n/6，你现在看现在的 n 是多少？7/6是多少？0.86。哎，0.86跟0.99比起来，哪一个比较小啊？0.86小啊。所以呢，你的 HI 算出来是多少？有没有比0.86还小？还大？有没有？有。你算出来是0.94，0.94有没有比0.86大？显然比它大了，所以说你可以称 H7 第七个点，它是 inferential observation。任何一个点都可以用这样来检验它是不是它的有没有是有影响力的点，啊，所以有没有影响力，有影响力没影响力，就看你的 HI 有没有比 n/6还大，或者是比0.99还大。只要比两个当中的比较小的那个值还大就可以了。那么你来看看第七个点呢，那个点是 0.94， 所以它比 0.86 还大，所以它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那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来看658页这个报表14/22这个地方，它的最底下那个第七个观察点是 x=70 y=100，结果我们算出它的 standardized residual 是 1.91 怎么可以当作是inferential observation 呢？显然这时候不看 standardized residual 的大小，而是看 leverage 有没有比 n/6或者是 0.99 还大，是走这个观察的路线来决定它是不是具备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所以显然这一点是具备的 inferential observation 啊。以上呢就是有两种，在回归里头有两种点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的，一个是 outlier， 一个是 inferential observation。